小三个小时，我们越来越厉害了。你是哪一个？快告诉大家，尊姓何名？大家好，我是刘惜君。刘惜君这个名字好耳熟，怎么这么熟呢？对呀、啊，你忘记了吗？你忘了吗？你忘了吗？忘了啥？我在地球等你好久了，你忘了吗？那是你忘词了，还以为我忘词了呢，讨厌。没有，没有，这个是我们的信物，你忘了？我没忘，你忘了？哦，这个是我的。啊，那我曾经来过地球，我们见过面。天哪，难道我是地球人？怪不得我跟地球人长得一模一样，这个鬼故事天哪！对啊，你在地球还有个名字啊？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地球人？怎么这么顺利，这么快呢？真的吗？啊，我还地球曾经还有个名字。对啊，你有个名字啊，你的名字叫做……不够爽。不够爽啊！啊，不够爽。那我们再来一下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你的名字叫做……我爽了。那我下去好好反省一下了。好吗？啊，好吗？这事交给你了。好的，加油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不是地球人，啊，这故事怎么会这样？大家好。啊，在苏州唱了好多场，好几年又回来了，对不对？上次来苏州的时候没有唱这首歌。今天这首歌送给大家。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寻找，总会有人期待，总会有人停留，总会有人离开，总会得到指引，总会再次见面，总会送给你。